哎呀，这个有点硬呀。年费里面放下发酵费，钱是少放一些发酵费。用温水和面，待成絮状后将面揉好。这个面和下来稍微热些，大概都是一斤面260多毫升水。面发量不大。茄子皮不需要吗？不用说啊，这营养全都齐上。泡在凉水里面。切完了，哦，现在擦牛水。给茄子里面放下青红椒，葱花，荞麦面，用花椒油一铺，搅拌均匀，等会儿敲盐。对，现在这娃还是六，对，没办法。别叫白泥，别叫白泥，别叫白泥，别叫咩咩。给里面放些盐。妈妈觉得她每天都可以吃包子，这个包子变得少，饺子变得多。那吃十天你就虚。哎呀，我不为啥都不能一试一试，老不起都一试一试。哎，这边少过。哎。你吃着吧，再快我。哎呀，这对你不过的是这边少过。这个馍做好以后，醒上5分钟。那是花椒，压不正煎的，过气压就差上25分钟啊。来，给我倒碗里。来，
来。哎呀，六子，不打。我可是，嗯，烧，烧，你个菜王烧的。烧就不电了。你滚，那个筷子。小包子，嗯，我再给我。哦，我想给爷爷看。嗯嗯。奶奶。给。哦，好吃奶奶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是爸爸。行。哦，那是爸爸。六给吧。哦，好好好。好不听了。宝宝叫舅，你妈妈叫舅。这个这火锅你烤了没？嗯，好。哦，干杯。我也该吃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呀！哎，那边也辣火烧。干杯，干杯。